我们要尽量的学啊，向极乐世界学习。学什么呢？学我们在境界当中啊，学不受影响啊，我们守住一个阿弥陀佛啊，阿弥陀佛是至善、纯净、纯善，用这个心待人接物。别人用什么心对待我们，不要去管他，我们只用佛心待人啊。为什么？我们要到极乐世界成佛，道理就这么简单，就这么一句话，我要成佛，我用佛心待人接物。啊，这个世间有一些我们常讲啊，冤亲债主啊，一些不善的人呢，找麻烦的啊，回谤啊，陷害、欺骗呢、啊，干这些事情对待我们。我们怎么看法？首先不要怪别人，他为什么不对别人，不回报别人，不陷害别人，要对我？哎，你就找这个原因。啊，找不到，我没有得罪他。那前世呢？更前世呢？啊，他来陷害我，这是果啊，果必有因呐、啊。哪有没有果的因？这个没有因的果呢？这个找不到的呀、啊。啊，肯定是续世前生啊，我也是这么糟蹋别人嘛。今天都得到人生遇到了，他来回报啊，这很正常啊！啊，你明白这个是这一报还一报，好清了，这账了了。你看，欢欢喜喜，一丝毫怨恨都没有。哎，报过之后，以后都变成好朋友了，那是报掉了。啊，那重大的怨恨你把它杀掉了，这个可麻烦大了，这就不是简单的事情了啊。但是要有耐心，不要害怕啊，一昧以真诚心对人，过去再不好的事情也都能够化解啊，决定不可冤冤相报啊，这个冤冤相报没完没了，生生世世双方都痛苦啊，何必呢？啊，所以我们一觉悟，解这个结从哪里解？从自己心里头去解。啊，不能要求他，要求他就错了。我的心结解开了，问题就解决了。啊，学佛人如果是不遭磨难，都要学这一招，你的磨难全没有了。啊，有神通的看到了，你旁边没有这些惹麻烦的，旁边都是护法神。啊，如果处处还是顾住自己，过失都在别人身上，这个是问题就严重了，这是真正的过失啊！自己要承认过失，要忏悔过失，
要改过自新。啊，方法真的，第一个好方法就是念佛。你真会念，效果不可思议。念佛不但得阿弥陀佛释迦加持，他得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的加持，你说个佛报多大啊？世出世界佛报最大的念佛的人，这没人知道啊！啊，把念佛看得太平常了，一定有还好的方法，妙的方法高过他。这想错了，全想错了啊！那就天天打妄想啊！所以修什么法门，功夫都不得力啊！这只是我们想在一生成就，不决定不能不知道。所以才有这个四句经文啊，我是法藏菩萨啊，就是现在的阿弥陀佛啊。我如果成正觉成佛了，列名无量寿，阿弥陀就是无量寿。众生闻此号啊，俱来我刹中。念老在此地把这四句话接得好，此四句乃大愿之心。大愿是四十八愿，四十八愿从哪来的？就是这个心呐、四十八愿是戒引众生，这些众生就像现在在学校念书的学生，是不听话的，是捣乱的，不好学的啊，最不好教的学生啊，阿弥陀佛发愿来教他们。那用什么来招生呢？啊，叫他来上学呢，就用这句佛号。你只要能念这句佛号，佛就来接引你啊，到极乐世界接受他的教诲，保证个个成佛啊。所以十方诸佛赞叹弥陀啊，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，他的教学成功了啊，究竟圆满的成功啊，愿愿都是这个心发出来的啊。他就考察一切诸佛刹土啊，就这么个单纯的心，我想有个好的环境，有个好的教学方法，帮助这些苦难众生啊，个个成就。没有别的念头啊！啊，全心之意呢？十方如来度生的妙手啊，我们手的手段，用什么手段？最巧妙的就是念阿弥陀佛。人人都会念，会念的人人都在度啊，一切众生出苦之爆发了啊。这个苦就是六道轮回之苦，四十八愿全是此四句的开言。啊，这个四句引发法藏在因地
集结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美好啊，我们讲真善美慧啊，成就了极乐世界学习的环境啊，这个前面讲他是大师主啊，建造极乐世界，供养大家，这是财师啊。每一天为大家讲经说法，极乐世界六尘都说法，这是法布施啊。财布施、法布施都达到究竟圆满。我们真搞清楚了，真搞明白了，啊！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，跟我们自信有密切关系。啊，它的根源在哪里？根源是我们当人自信。啊，阿弥陀佛将自信显出来了，就而不迷。我们今天迷而不觉，但是跟着他这条路，这条路是觉路，不是迷路。啊，我们也会觉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中国古人所谓的教学相长啊。老师要成就，不能离开学生的，学生要成就，不能离开老师啊，互相帮助啊。教跟学分不开，就如同性跟相分不开。它是一不是二，所以我们要认清楚，弥陀极乐跟我是一不是二啊，这个信心才叫坚定，这个信心才不会为任何境界所动摇啊。什么时候到极乐世界，随时可以去。啊，在这个世界成就自己，帮助别人。啊，如果自己寿命到了，或者是这个地方的语言有障碍，我们就先到净土。到净土圆满的成就，然后再来，得大自在。啊，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丝毫留念，全是自己心心识别，那好，有什么留念啊，都没有离开自心呢。这个根本的原理一定要懂啊。啊，所以四十八愿，十方众生度生的妙手，全都落在支持名号。啊，所以古大德有说，持名念佛是借什么哪一类人呢？上上根人。为什么？上上根人相信，不怀疑。啊，
下下根人等于上上根人。啊，下下根人，我们常讲啊，乡下的阿公阿婆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他一天晚到晚只晓得阿弥陀佛。嗯，每天念咒珠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你问他什么都不知道。啊，你跟他讲什么，他都是回你一句阿弥陀佛。等于上上根人，他已经一心不乱了。那个成就还得了吗？啊，四十八愿落实在这一句佛号。那也就是大方广佛华严也是落在这一句佛号，真的不是假的。文殊普贤善财童子通通念阿弥陀佛往生净土啊，华严经可以做证明啊。啊，华严经代表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教，啊，华严归净土四十九年所说的，通通归这一句名号。这一句名号不但同摄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说的佛法，也同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所说的一切法。我们这一生能遇到大幸啊，无比的幸运啊。我们不好好的学，对不起阿弥陀佛，对不起释迦，对不起十方如来。如善导大师所谓，愿愿皆表念佛。四十八愿，愿愿皆表念佛了。阿弥陀圣号，具无量意，也是义理呀，无穷无尽的，无量无边的义理呀。啊，居无量寿，这个居就一直观下去。啊，无量寿是讲德，无量光是讲慧也。啊，无量清净，无量庄严。啊，庄严是美好到极处，无量智慧，无量菩提。啊，菩提是觉悟，无量觉，样样都觉，没有一样不迷不觉。啊，乃至无量之无量。这一句名号里头啊，无量寿表常住法身，表不生不灭，那就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故以无量寿摄一切法啊，因为寿命在无量德里面它是第一，如果没有寿命全落空了，所以寿命是第一德如来名号，
普闻十方，众生啊，闻名众生俱来我刹，以称名故啊，即多善根。啊，我们不是想修善根的，修福德了。这一句名号里头，善根福德统统具足。啊，真正是求智慧、求福报，念这句佛号就不得了，自然具足。啊，难行啊，易行啊，三岁小孩都会念的，八十老翁不知道啊。啊，难行易行之法，我们今天能够闻到，啊，有缘能听到，我们感到很稀奇，感到很讶异。其实佛在经里头讲过，不是这一生的，啊，闻能有信心想往生，啊，这些人都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，这一生遇到缘，自然诸佛如来威神加持啊，你能生起信心啊，能够发愿想到极乐世界啊，真想去啊，可是由于许多障碍，这障碍从哪呢？习气，过去生中的习气。用什么方法能把这个习气拔掉？就用念佛的方法，能拔掉习气，而且非常快。我们自己要有信心啊，要没有信心，找别的方法那就难了。这一生肯定就错过了啊，修行没有更好的方法能超过念佛啊。我们学佛60年得到什么？得到就是我真正相信念佛的方法，无量法门里头的第一法，我就得到这个。啊，真搞清楚、搞明白吗？能不念佛吗？哪有这个道理啊？啊，《楞严经》上说的，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这个汇集本，这个集注，哪有那么容易遇到的？遇到的都是善根成熟的众生。啊，为什么？遇到他要是真干，这一生决定离永远脱离轮回了。他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啊，真正遇到了，现前世间这些事情统统放下了，不再过问过问了啊，一句佛号念到底啊，别人有事来找我，我帮助他解决，不妨碍我念佛。
啊，如果我们功夫不够，烦恼习气很重，我们可以远离，啊，暂时不接触。啊，古人用的方法，住山，啊，住山住茅棚，啊，闭关，用这个方法，啊，选择一个清净环境去修，啊，没有不成功的。如果心地清净，什么环境都没有障碍。啊，这一句话我们要记住。以称名故，即多善根。我还加了一个多福德，得生净土，必证菩提，殊胜圆满，究竟方便。啊，为什么我在演讲有福德，就是这几句话。必证菩提，这个必证菩提就必定成佛。佛成佛是福慧二所准，智慧圆满，福德也圆满，这才能成佛。啊，我们常常念三皈偈词，皈依佛二所准。那个二是什么？福慧啊，足是满足的，就是圆满的意思啊。智慧福德达到究竟圆满，这人成佛了，不圆满是菩萨了。所以这一句佛号里头有究竟圆满的智慧，有究竟圆满的福德，你还需用修什么？这就行了。弥陀大愿，所以超世病号愿王者，正在此也。这个词就是这四句经文啊，弥陀又称大愿王啊，大愿王就是阿弥陀佛。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，根四，如佛身相。经文，如佛金色身，妙相喜悦满。啊，这是寄送里的接着的。愿来生无差之人，身相如佛，身界金色，同居三十二相。啊，此皆愿文中。这愿文就是四十八愿，四十八愿里的第三愿、第四愿，这两愿的成就啊，但比愿文里面讲的更殊胜、更圆满啊，因为跟佛一样。第三愿身金色愿，
第四愿是32相愿。啊，这个地方比愿更殊胜，就是如佛，跟阿弥陀佛一样。啊，不会比阿弥陀佛少一些，完全相同。啊，那我们就知道啊，阿弥陀佛的身相超过一切诸佛的身相，那他集大成嘛，他要集所有一切佛像里头最美好的。啊，圆满的身相啊，圆满的居住学习环境，我们到极乐世界省很多事情啊。他花了5届的时间去考察，啊，舍人之短，取人之长。我们到极乐世界的全部都呈现在这，我们去收这个果报，我们去享这个福啊。那佛是他修的，5届时间修的，欢迎我们去享受。事出世间，我们讲恩惠最大的，没有超过阿弥陀佛的。阿弥陀佛是我们生生世世第一大恩人呐、啊，这一点要知道啊，知恩报恩呐、啊，怎么报恩？到极乐世界就叫报恩啊！他天天在欢迎我们到极乐世界啊！我们为什么不去？为什么在这留恋？说10000个理由都是假的，都不是真的。真的就是放下一切，赶快到极乐世界去。啊，只有这一条是真的。